喂，宝贝啊。喂。我听你声音怎么这么虚啊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事，就这两天肚子难受啊。你家里面有没有红糖水啊？有红糖水的话可以喝点红糖水。我现在就准备去买了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你这两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跟那个同事发了几句嘴。没事了，你这两天情绪不正常，不稳定也挺正常的。哎，他们说什么你别放在心上啊。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，还可以捶你两下，发泄一下。你现在就可以捶我两下呀，你现在就能发泄。行，那我也不跟你说了，我给你买东西了。你下雨天出来怎么不带伞啊？你俩知道下雨了吗？傻瓜，我不就在你身后吗？宝贝。Oh, baby, oh.